笑的我真的感冒了。就他们父母对他们的期望都那么高，我想问一下，他们会有自己的叛逆期吗？제가반항은아니고요음악을하겠다고부모님이랑어렸을때싸운적있어요他们做过最叛逆的事情是什么？做父母争吵啊。한창이일을하기전에학원을다닐때공부하기가너무싫어가지고학원을되게끊고싶다고되게한적이있어요其实我现在的话也会有点叛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叛逆是并不可怕。你要去理解你父母对你想的，你要去理解你父母对你的期望，你慢慢的就会觉得你父母做的是对的。就慢慢不叛逆了，虽然他的一些观点不对，然后他的他的一些方法不对的话，但是也要去理解。可是父母呢，也要有时候要适时的去理解他们的孩子。哎，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和你们的父母关系好不好？啊，지금은저희가이제활동하시는거에있어서되게활동하는거에있어서되게밀어주시고또굉장히좋아하시고응원도많이해주시는그런상태입니다哥哥们我们还有个问题哦就是提示板是有时候呢这个我们这个年龄就是会比较浮躁嘛青春期躁动然后会这青春期躁动然后呢那个会比较心烦意乱那么这个怎么解决呢그럴때는일단마음을되게차분하게하고마인드컨트롤을해서좀그상황에많이짜증나는상황이더라도그러니까최대한즐기도록해보는게되게그런거에있어서다를수있는거같아요他们作为今天的那个心理治疗师我还有一个非常就是想问的问题问他们就是如果当自己遇到很伤心的事情的时候怎么去愈合自己的伤心啊슬픈일이있을때는자신혼자이렇게슬퍼하는것보다남한테그슬픈일을털어놓는놓으면서이렇게펑펑우는게제일나은这是一个解压的方法还有别的还有其他解压方法저같은경우는슬픈일이있거나이러면은얼른잠에들라고해요그러니까잠을자고일어나면은그다음날에는그슬픈생각그래도반정도는없어지니까是不是잠이안오면은뭐어쩔수없죠我想问一下 boyfriend 各位，为什么你们的组合要叫 boyfriend？ 好肉麻的一个名字。啊，他说你觉得肉麻吗？挺肉麻的。是不是想那个全天下的女孩子都想让你们成为他们的男朋友？男朋友。어그럼이름은저희가어떻게하면은더이렇게친근하게다가갈수있을까하는그런이름을찾다보니까보이프렌드가또남자친구라는뜻이니까 되게친근하게다가오잖아요그래서그이름을그렇게해서짓게된것같아요粉丝好幸福啊现在韩国的组合非常的多层出不穷的보이프렌드是靠什么的特质还是你们特有的那些东西脱颖而出可以脱颖而出就他们的杀手锏是什么对일단저희가이렇게순수한이미지로나오다보니까요즘대세는막이렇게짐승돌이라고해서이렇게막이렇게남자답고그런이미지가아니라저희는순수하게다가那个出道曲 Boyfriend 也是走这个温柔还有那个浪漫的浪漫的这样一个路线那你们觉得你们生活中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吗아저희는항상무대에서무대에서로맨틱하게보여야되잖아요그러다보니까이제평소생활도조금로맨틱하지못한면이있더라도되게로맨틱하고약간그렇게나이스한모습을보여주려고되게노력을많이하는편입니다现在很多的艺人包括韩国的很多的笑全都是装出来的就是一种违心的笑那么你觉得你的笑是真的吗그웃음을일부러만드는게아니라이렇게팬분들이많이찾아와주시잖아요그팬분들을보면은저희한테이렇게막응원해주시는모습을보면은알아서이렇게웃음이나오는거예요힘이저절로생겨그래가지고어나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他们的清纯啊 1, 2, 3 下一个하나둘셋영어자하나둘셋아이거똑같네요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些笑不是装出来的所以你也笑一个对啊 1, 2, 3 go 小米继续吧继续1, 2, 3那队长呢这个都是1, 2, 3哈哈哈哈哈哈
와, 한국만 아니야. 韩国的一个投票是非常有名的嘛，你们认为选谁做那个他们的男朋友是最合适的呢？然后大多数都是选了你们，那你们是不是觉得你们就是确实是非常的招女孩子喜欢，或者就是你们是哪一方面？对对对，哪方面？一天，먼저，눈이 좀 매력적이에요. 눈이눈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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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좋아하다는 것을 차차 차차 이렇게 보여드리도록 할게요. 앞으로 활동하면서 나이는 아무것도 아니다. 想问一下他们觉得好的男朋友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남자친구는 상대방을 잘 이해해주고 상대방의 말을 잘 들어주고 那你们喜欢哪类的女朋友 저 같은 경우는 약간 성격이 되게 소극적이라서 되게 적극적인 성격을 가진 분은 좀 이상한 것 같아요. 其他 成员呢? 네, 팬분들이.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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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如果只能选其一的话，选哪个？저는 똑똑한 게 훨씬 좋은 것 같아요. 队长是更喜欢更加聪明的女生。哦，那其他成员也是一样吗？ 저도 똑똑한 게 좀 똑똑한 게. 哦，是的，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聪明的女生是漂亮的。哦，内心的美女。我还想请问哥哥们一个问题，不过在问这个问题之前呢，因为我腿很酸，所以我还是要换换位置。欢迎哥哥换个位置。几次板吧。对啊，我们的组合呢，平均的年龄只有17.5岁。 17.5岁，对不起，17.5岁，然后呢，占领了这个 CFJ 的这个童星的。对对，我听说就是光敏和荣敏，他们就才这么小就拍了300多个广告，好厉害。먹는 게 되게 뭘 장시간 뭘 이렇게 계속 먹어야 되니까. 那可不可以就现场随便拿一些东西，然后展示一下怎么拍广告？啊，对，拿这个花吧就。 这是一个笑话，我想让他试一下我手上这个手链，他怎么去展示它呢？这个手链如果要展示多功能的话，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这是一条不明物体。如果你缺手链，可以当成手链；如果你缺项链，可以当成项链；如果你缺手铐，那怎么办？还可以当成手铐。总而言之，你想干嘛就干嘛，请买吧。 我可以送给你了。Thank you，Thank you。收钱，收钱。我想请问哥哥一个问题。啊，好，谢谢。队长东炫虽然也很年轻，对吧？但是在队里算是大哥，对吧？年龄比较大，会不会感觉自己压力很大？스트레스는 많이 안 느끼고요. 오히려 이렇게 어린 이렇게 동생들이랑 같이 활동을 할 수 있어서 젊은 에너지도 받고 이래서. 那个证明哥哥，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每天都照镜子吗？就是你每天照镜子会大概照多少次？哦， 아니 숟가락 같은 거 있잖아요. 숟가락 같은 거 이렇게 딱 밥 먹을 때 식당에서 숟가락을 딱 집으면은
그 왠지 모르게 눈이 가버려요, 그냥 거기에. 그냥 보려고 해서 보는 게 아니라 그냥 그 왠지 그냥 눈이 가요. 저 飞哥是一样的. 自然反应，潜意识结合. 那我想问一下一鸣哥哥，你觉得这个团队里面，你觉得谁最漂亮？ 제가 생각하기에는 아마 종민이 형이 이렇게 거울을 많이 보니까 나는 훨씬 더 같아요. 아, 고마워. 당신네. 유튜브. 아. 我觉得你更帅。啊！一鸣哥哥。听说这个一鸣哥哥和那个光明哥哥是双胞胎吧？嗯。但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其中有一方是受伤了什么的，他的哥哥或者是弟弟就那个代替他拍摄，真的有这回事吗？ 저희가 예전에 잡지 촬영 이렇게 하면서 그네를 타는 장면이 있었어요. 근데 제가 그때 그네를 타다가 떨어진 거예요. 그래갖고 저희 동생이 광민이가 이렇게 대신 촬영했던 기억이 하나 있어요. 因为是双胞胎，所以这个组合刚刚成立的时候，大家会不会因为他们是双胞胎，就不太认得出，或者把对方都认错了呀？ 헷갈릴 때 있는 게 저희가 회사가 2층으로 돼 있는데 위에 층에 분명히 광민이가 있었는데. 아래층에 내려갔는데 또 광민이가 있는 거야. 听说这个英敏和光敏哥哥好像准备了一个秀给我们表演。